是猪队友。有这些家电，每个老公都是小天使。家电，家电，说实在，有人购物就专买家电，对，三 C 产品这种，一定要的。家电我还真的就是很需要，真的，就是一有新的，或者是对家里孩子有帮助的，是的，完尤其环境这个部分，对，我通常都是去网络上买。英文先来分享哈，家电哦，哎，我真的是。不知道是我太不会买东西来干嘛，因为前阵子我家就是饭都一直煮不熟，然后我老公就一直骂我说，连饭都不会煮。我跟我老公两个人一起去买的，然后两个人也一起看上了某一台觉得看起来还不错牌子的电子锅这样子，然后就我们就想说饭应该煮得还不错嘛。回到家之后，有一天我婆婆就跟我讲说，我今天要煮很好吃的菜，那你只要负责先帮我把饭煮好就好了。很简单。对，那我就在家里就把米洗洗放好之后，然后我就把。就是晚上的时候，因为他响嘛，音乐响的时候，我们就去拿饭。我一挖的时候，我整个就是背脊发凉啊！你知道，整桌菜都准备好的时候，然后你的饭没有煮熟，然后油暗了，然后我就后来我就有点生气，因为其实已经有两三次这样的情况，要不然就是饭底下就是有一层水，还不止一次哦。然后我都没有，比如说两匙饭就是两个水嘛，正常对两杯水。那当时呢，我老公在吃饭的时候，他也没有替我讲话，他就讲说，哦。我就跟你讲另外一个的牌子比较好了，你又硬要买这个，我婆婆就坐在那，我婆婆就说她，你原本，我婆婆就问她说，啊，你原本要买哪一个？她说我原本就是要买什么什么什么啊，网络上买也可以呀。你婆婆会不会这样说？英文啊，我以为我们一直在吃的是稀饭。想不一样。婆婆比较你知道不好说的。我老公非但没有帮我讲话就算，你跟我一起去买的，然后还在那边就是跟我讲说，我就是跟你说要对网络上买就好，因为我们要走路去，他觉得说还要扛一个锅子回家就很烦啊。对对，白饭这件事情哦，看似简单，对，哎，很难的，尤其在华人家庭，你这个饭。你要煮得好不容易，对啊，我也是买五谷米回来，人家大家都说吃五谷米对健康，我煮了三次，不是太干太水，就好就放弃我那一包就送给别人了。确定不是锅子的问题吗？我也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锅，那我就不会煮。对啊，就是像我今年就成为新手人妻，所以电子锅真的很重要。像我这一台，我就买了日本制的，哎呦，好高级哦。它其实真的煮得很熟透，因为它是陶锅，它还可以煮汤啊，还有面包啊，对啊，对，因为它有发酵功能。等一下。我跟你讲，盛白饭有技巧的哦。怎么说？你要先画十字，要画十字，然后呢，先画十字，然后会痒。你要画十字，然后四分之一、四分之一这样子。哦，谁教你？才公平啊！我去台东池上农会专家教我的。为什么要这样？我想知道比较好吃。老师来，老师来，农会我有达人专家。小心烫到，小心啊！这个标题叫做《大食怪》。看不下去。真的，他说你饭煮好以后哈，示范一下，先这样画十字，对，然后就不就四份了，对，然后这四份这边这样由下往上松，哦，一个区域，他们教我的一个区域一个区域这样往上松吗？这样饭的那个蒸汽才会均匀，哦，才会好吃。那烟不要跑。那我上农会打电话去问问看，老师，老师不可以全部一起翻吗？不行哎。不能，就跟你说话十次 ，OK， 就可以了，一份一份的啦。对不起，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不应该乱问问题的。对，老师翻过了。老师是去池上农会买肥料的时候顺便。哦，买米的。池上米好吃。对，池上对。那像老师翻过了这个，来，老师。好香。对，他这还可以，就是要吃米饭，还可以煮，反正他这六人份。没有菜哎，配我。请不好意思，不然配点口香糖。六人妈妈来吃吃看。六人
分的话，其实一个小家庭很好，婆婆来啊，朋友来啊，我就一碗饭一碗米煮好，可以隔夜就是完美人妻了。哦，这饭好吃哦。那他刚刚讲的是煮饭，可是像我们家那老公，他的鼻子很那个，就是有鼻窦炎。那我们家小孩也遗传他每天早上起床就是一起床一定会连续打那种十几二十个喷嚏，然后床头就像一坨一坨一坨的水饺一样。那我不知道男生很奇怪。你垃圾桶摆放，他永远不会丢那，他就是放在桌上。你确定是鼻涕吗？我想是，哇，真的在这样哈气，哥哥就这样，对啊，眼泪，擦眼泪。可是就是很恶心啊，就像一坨一坨这样放在桌上。你跟他讲说丢垃圾桶，他说哦不行啊，他没办法，他就一定要放在桌上。而且呢，他就嫌说没办法，一早上起来就是那种空气如果不是那么的干净，还有温差，早晚温差很大。比如说房间是开冷气的，走到外面其实客厅可能没开冷气，他因为那个温差就会造成他鼻子就一直过敏。像我自己就是非常注重空气品质啊，然后这台是我最近刚入手的，然后这台它非常聪明，这台是智慧型抗菌。抗过敏的就是空气清新机，这是一个美国大厂的，就是它已经就是做空气清新做很多年。然后这台它很聪明，你一开机之后呢，它上面会显示你现在的空气品质。如果在绿色的时候呢，就是空气是 OK 的，可是到它红色的时候，代表现在的环境空气其实是不好的。而且因为它很聪明，而是它会随着你环境的品质去调节强弱。重点是声音非常小，而且超多医生推荐，就是这台我自己真的超喜欢，超推荐。我家也有，好可爱，真的吗？对，好漂亮，好时尚。它是换滤网，对，各位，它是换还是洗？黑人哥真的有洗吧？对啊，可以换的，用换的，不是用这可以单买的，单买哦，对，里面还有另外一层，这么好，而且还有多层，那么多层。不同层，哇，洗的，因为空污这么严重，其实这个真的需要。对，如果你真的用到一种境界的话，这边黑的灰灰的吗？就是一个走位的 party。每一位，每一位，对，那个要常更换。你也是用这个吗？嗯，对。哦，那我也要这个，很漂亮哎。哎，会不会很重啊？它不会，它很轻，单手就可以拿了。真的吗？我崇拜哦。就是老师，试试看，你确定？嗯，真的。小心有电。哎，它其实不重，它很轻。那我要。哎，有些空气真的很准，你放个屁，它就突然间变红色。对，有的真的会，有的会。你可以测验。太夸张了，你在上面拉屎也可以。真的。真的，不要为了检测那空气品质拉不拉屎，这个时候最惨。臭呀！婆婆走进来说：“哎，英文啊，你在干嘛？你怎么会搞这种东西 ？”Sorry。像我先生是因为他经常从国外回来，有时候有时差，他平常呢戴眼镜，戴运动手表，然后手机有三只手机，哇，他有时候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手机啊就这里摆一个，那里摆一个，书房摆一个，客厅摆一个，然后就每一天看到他老人家在找东西。他虽然比我年轻，我就会说你怎么那么糊涂，然后他每次跟我讲，不是你家里弄干净一点整齐一点我就很好找，然后我们两个就为了，对，我们两个就会为了这个事情，因为他有时候大，对，胆子很大，对啊。有时候呢，他又弄成静音，因为我要睡觉的时候，如果有声音的话，我就会说，我好不容易睡着了，你可不可以改成震动静音这样子？所以他有时候就是为了要比方说线上视讯，他没有办法，他手机找不到，他就会很慌。然后我跟儿子就全家起来帮他找手机，打电话，打电话，静音啊，就找不到，就会不高兴啊。我就说奇怪了，你的习惯必须要我来负责。这个跟年纪没有关系，因为像我自己也是非常常找不到手机，而且更夸张的是我连手机线都有时候会找不到，尤其因为现在三 C 产品有太多充电线，哦，充电脑的啦，充 iPad 的啦，充什么的，很多线都搞在一起。其实你找不到手机，这是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会焦虑。没有，旁边人会看，这是一个很恐怖的现象，说，哎，佩仪啊，你有没有看到我的手机啊？我手机在哪里啊？很恐怖。有时候一忙，很多东西都很容易忘。后来我就干脆直接找了这一台叫做立式手机无线充电座。哦，对，我简称我给它取一个绰号叫做一座通吃机。简单就是你这一座插着之后，它所有的手机各大品牌的你放上去，它就在充电。怎么可能？你看啊，我现在是就是马上放上去，是吸的，哎，它马上就在充了。哎，可是它是什么原理？你这是 i8 吗？没有，
么像现在 i8 也是，但是只要是手机里面有支援那个无线充电的，其实你放上去，你看拿下来好没了。我必须要有一个这个。对对，我也要。然后而且你看它外形，这个很适合我。我今天也是在家找手机，而且重点是它就不用线了。啊，橘子，你帮我买。前后。哎，我要团购。而且真的是不管爸爸妈妈的手机啦，又或者是像你先生有三只，儿子可能有两只，谁的各大品牌的，你只要拿开放上去，马上就充，瞬间对，只要那个手机里面的电池是有支援无线充电的，各大牌子都可以用。哎，等一下节目结束，电池愿意吗？好的，这个很棒哎，每次那个线哦，我在大哥大，只要我儿子拿走我晚上要充电的时候不见，我就会骂谁拿走我的。哦，有些充电器的，而且有些朋友会跟你借充电器，对，借借借都没还，那我没还。这种这会膈应的，对，也不好开口说，上次我那充电线，因为有小东西，对对，会这样。这个好吧，充电线很贵耶，一条要990哎，对，两公尺的，是，光华商场也有100的，对啊，那个充不怎么满就是。我说的是公司。我也有一个困扰，就是比如说像我因为我老公都是负责帮忙接小孩上课跟放学，然后每次去接他上送他上课的时候，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帮我顺便买一杯咖啡回来？我不晓得是我每天点的咖啡的口味不同，因为有时候可能想喝焦糖的，有时候想喝榛果的，有时候想喝原味的，他就是会买错咖啡，我忘记你喜欢的口味。对。然后有时候像下午的时候呢，我自己也会因为做完了很多的家事嘛，他中午刚好去接小孩，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帮我买一杯焦糖玛奇朵回来这样子，他就回来之后就原味的拿铁，就是差那么多。对呀，我就觉得哇，你觉得你会觉得他不用心在你身上？对，我会觉得。然后我老公就会跟我说，好啊，那你自己去买啊，你不要每次都叫我买，那我买回来的嘛，而且你每天都选不一样的，这样真的很麻烦哎。可是我就觉得说我真的很辛苦，我早上起来又要洗衣服，又要晒衣服，然后又要洗。有要整理小孩的东西，他小孩出门之前我要帮他打理好，然后还有小孩把地板弄的东西也都是我们在收，然后他好老兄哦，没事就在那边弄手机啊，弄电脑，也不有时候也不太管小朋友，所以我有时候只是要他出门顺道帮我买杯咖啡，有那么难吗？那么难吗？那么难吗？谈恋爱的时候我叫你买什么你都会买，对啊，真的，他可能真的是他不爱你了。小孩在这啊，爸爸很爱妈妈，很爱啦，哈，这困扰自己煮不就好了吗？对，自己煮没有怎么煮啊？对，尤其像喝咖啡这件事情，我也真的是非常重视，而且上班族，而且必须坦白说，每天早上的这个第一杯咖啡，你该不会是要介绍就是那一台吧？没有，我就要介绍它，我废话直接不说。我不太会，那很简不简单了？因为我不喜欢很难用。那你就非常适合这一台，这里有个开关，对对，然后呢，它一刚开始是在加热的时候它是红色的，现在。OK 了，就是绿色部分，然后前面这里是可以拉开的部分，然后像我现在选择，因为我准备要泡一杯给黑人哥喝，所以说我选择了。你知道我的口味是什么？黑咖啡 ，Always Black，Made in Black。Yes。插进去之后，就这么简单 push 进去就对，然后这个压下去，膜不用撕掉吗？不用不用不用，它会插进去。对，没看过。然后你杯子也不放去，所以其实你就手动就好了。杯子放，什么叫手动？就是你可以遥控它的大小杯，最左往这个方向转到底，它就是。一杯，对对对，分量越多的，浓的话会小杯，法式的那种会比较小杯，然后大杯一点的话，比较偏美式。我每次看到这种机器，我都觉得感觉很像很难，不会，所以我就想说算了。这个你就是买回去，你老公就会说你谢谢你，不要再烦我了。而且各种口味是不是叫你老公买给你？对，像他们家的大概有20几种的口味，20几种，对，它是分胶囊。对，它是每个胶囊你喜欢什么的话，你可以自己买。又甜的这样。对，而且它茶类也有，然后甚至小孩的巧克力也都有。对，在网络也买得到。当然，而且有。那就网络买就好了，还要扛回家多麻烦了。网络买就直接送去。大概多少钱？就网络顶一点。这个刚开始推出的时候大概3000-3600，然后我后来我刚还问有没有1万多。他问我什么的？他说。那个要不要10000块啊？我以为要也不用。我跟你说，我最近有做功课，只要在双11买的时候，哇塞，那个价格超优惠，因为它这个是入门款，所以价格已经慢慢下来了。我最后买的时候怎么样？大概1600。好喝吗？好喝。
重点是好喝吗？没有，你喝咖啡的时候，你最。你最没办法享受的就是女生在旁边叽叽喳喳。台湾在讨论一样呢，怎么出来？对，品咖啡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品味。我拿个椅子、桌子，你在外面坐一下，然后坐着慢慢。这个是可以看到一个。可以有茶吗？我跟你讲，那个那么便宜，造型那么可爱，没有人要管你喝咖啡了。真的。1000多的，而且现在根本就不用，因为我报的是我之前买的价格，现在绝对不到这个价。哇，你说要在哪里买？你说哪里可以买到这么便宜的？网络上，就在网络平台都可以。对，这个可以。哦，这我觉得可以耶。对，我觉得啊，喝完咖啡啊，就是要来点甜点。对对。但是因为我自己是非常爱吃松饼，但是你去外面吃，对，有些松饼它就是要嘛太甜，要嘛就干几粒。我黑心松饼，没有，哪来黑心松饼？没有。对，像我自己的话，我是喜欢自己在家里做，尤其现在，因为毕竟我身为一个时尚母亲，对对，所以我必须要有一点生活品质。母亲就母亲，时尚。对，现在要还是对，还是要妈妈很注重品味。对，像这一台它是日本的啦，它这个。你看这什么？其实很简单呢，它构造非常简单，所以即使你可能比较不会做烹饪什么，也很好上手。那它像这个颜色啊，因为像老师有 Ruby Red 嘛，这个我把它称名 Blair Red， 这是网络限定。对啊， Blair Red 怎么了吗？你再讲一次 Blair Red。真正念法应该是什么？因为它有一种 Q 啊，说不上来。布莱尔，布莱尔，布莱尔，再长一点。布莱尔的英文。布莱尔啊，就布莱尔。布莱尔，哎，老师念讲就不一样。你念一下，英文老师念。不要，不好意思。我有点英歌腔啊，没关系。对，说不上来。说不上。你怎么那么可爱？而且现在买这个啊，他还会送这个日本原装进口的松饼。对，因为你买这个，你没有这松，还要去找松饼粉。这是那个牛奶糖的那个松饼粉。对，对，这个超好吃，我现在。哎，那个超好做的，最近包装送的。送的，你只要在家再准备鸡蛋跟鲜奶就可以，美味的松饼3分钟就轻松上桌了。哇，我在上外面卖的。要不要挤鲜奶油？可以。好，不然老师先吃，你再这样灌鲜奶油，比较美式的吃法。也看这个要怎么挤啊？我是优雅的，但也可以自己过得这么优雅，对，又不会哈，那个机器没有机器。他还说，哎，这要怎么挤？时尚的妈咪不会挤，没有，因为我们减肥不能吃鲜奶油啊。快给他挤一下，哎，尝尝。太多了吧？你该不会在生酮饮食？你是要吃奶油？其实小朋友遇到这个就没有办法，真的。因为我女儿就超爱吃的，对。跟家里下午茶就好。你的松饼好吃吗？好吃啊，这真的好吃，因为这原汁原味，它没有额外加任何东西。哇，好幸福，可以吃这么大的鲜奶油，好吃吧？身材这么好，很香哦，奶香味很香。再来点奶油。奶油要多点好吃。好想吃奶，老师是不避讳奶油的，不避讳啊，没奶油怎么叫做？别太多。没关系 ，Great， 在家再加一杯咖啡。你弄到他新买的皮鞋了？哦，没有了，半旧不新了，但蛮亮。那么亮还不新啊？好亮的皮鞋。家里就可以吃。3分钟哦，3分钟轻松上。喜欢吃这个，我超爱吃这个。对。辣妹擦地，这只是比女人还女人。辣妹就这样，她以为可以减少曝光，可是有一个阿基，我基上在那边看，正面的摇滚区型，摇滚区，哎，这台不贵吧？这台不会便宜，因为推荐的都是买得起，对，可以小资族是可以负担的，真的哦，还真的还不错，那么简单呢，对啊，可以。而且啊，像我老公每天回到家，他也会说他很累。你知道男生都很机车，他就觉得我们在家里带小孩就好像很轻松，然后就只有打扫，就好像都不累。他回来就会说，可以帮我按摩一下吗？还要叫你按摩？对，他叫我帮忙按摩。你老公不给你钱用，还要你按摩？对，是不是？哦，你意思是说付费？老师你怎么那么
记忆力真好，你都记得。给他钱用哎，还要借钱还要。对。可是我觉得老公叫他按摩，表示他很爱你啊，他可以到外面去找别人。那他帮我按啊，他帮我按。所以你一开始是有按。有，当然有，偶尔还是要帮他一下嘛。越来越过分。手很酸。对，手很酸，真的很酸。而且你知道，本来是这样按，他用力一点就这样按，再用力一点，整个都要上去了，你知道吗？会不会更过分说？我要色情按摩。可以，我讲这种什么叫色情按摩？我还没听过，所以他那回去都会叫你按摩，就觉得自己都已经够累，还要帮他按摩，所以就觉得很烦，你知道他们会这样子吵架。真的，其实我在家里面也跟您老公一样，有发生叫我老婆帮我按摩一样，但是我老婆怎么跟我讲说，哦，老公你假晒，我在上网自己找了这个按摩枕。哦。按摩枕呢，它非常好用，而且它是什么的角度都可以用，而且它可以 USB 充电，而且车充也可以用，所以你带在车上也是可以用。而且上网查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家的钱是我老婆在管，所以呢，我跟我老婆报原价198，然后呢，实际上只要890，所以我还自己 A 了1000块，喝个小啤酒之类的。不要这样啦，大家这个好东西，这个肩膀也可以按摩，肩膀也可以，长度也可以，而且带出国也蛮轻，它很轻，它小小的，还可以带出国，对，小小的一个很轻。你已经插电了。对，我刚刚有插电，它可以无线，它是无线的，是吗？它是有线吧？它是有线的，它是有线的。你坐着的时候，对，可以用腰，自己调位置什么。如果你要送长官的话，可以最好。哎，不求人哎，因为这个。你价钱合理，你又不会觉得哎，好像是哦送太阳贵，对对对对，不到1000块。对，而且长官普遍都有坐骨神经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坐太久会有压迫一点点，没错。因为你知道，事业能干的主管都会坐在办公室，送这个 OK 的。还有我们家庭主妇平常又出来上节目赚钱哈，也是开车腰也痛，就是你穿马甲，然后再放这个夹在里面，再穿马甲，只是后面会鼓。有没有这么累？热吗？因为像有一些按摩的，它有温热功能，热可以有温热，它有两段式，你可以按了之后它变温热，再按一下它不是温热。套椅子，有一些女孩子她会有刚好生理期的时候，也可以刚好按这个部位，腹部的部位，而且颜色也很时尚，对，一种说走就走的服务。哎，我老公很需要，好大一个，很需要，携带不方便，这个小小的，对，你老公出国的时候。出国的时候就要带这个，可以啊，他会不用，我要怎么看他有没有用过，他有没有记录？我就怕他喜欢按摩，他出国的时候就怕他不用这个去找别人按吧，对，怕一些不当的消费，对。而且他这个是充电的，正在充的方式这样躺着用。对，它那个线是也拉长的啊，你可以接车充或者是 USB 充，或者一般家庭的那种打呼的插头充都可以。哎，那这样子还蛮好的。佩姐，像我啊，我比较头痛的是因为儿子，他有的时候呢，因为他在学校，他们学校没有福利社，没有什么。他现在几岁？他现在已经明年要考高中，14岁，现在是国三，课业压力很大。他有的时候回家呢，他固定吃三餐以后水果，他有的时候会因为读书读到晚上11、12点，那我就会买一些，比方说像太阳饼啊，他很喜欢吃太阳饼。你知道太阳饼是一咬下去哈，我都叫他拿盘子接，他不是，他那个少爷哈，我们家的爷啊，就咬下去以后那个就地上通通都是那些血血，有时候吃洋芋片，他也是不接着，也是这样咬咬咬，然后地上都，然后也不跟妈妈讲，也不怎么，对，然后就会有招蚂蚁，我就很不喜欢，我觉得家里要干干净净才舒服。可是男生你也知道，他就是这样擦一擦以后，就东西就摆在桌上，就会招一堆蚂蚁，然后那个饼干呢，打开呢，他不会整包吃完，就吃可能1/3，剩下的他也不会给你拿那个收口给你夹起来，因为男生就大话，你知道吗？这叫潜藏。浅尝有一个味道提神这样子，那我就会像唠唠叨叨，就说你知不知道这饼干不收起来哈，将来就劈掉整包没人软掉。然后还有你可不可以拿个东西接，他就会有时候因为听久了以后他就这耳听这耳出，他只差没讲，很烦。那我都说这是家教的问题，将来你到别人家去，你把人家弄得乱七八糟，会说你爸妈都没教你。所以我每次就在那边跟着扫，就我蚂蚁就很烦，常常关系就会弄得很差。孩子到别人家，尤其女朋友家的话，什么都会做得很周到。对，突然非常有家教，尤其是他就是想要。黑人哥只要有这一台，就会乖乖做家事。黑人哥，这你知道吗？我们打这个打什么？
K10 吧，我就知道他要说我，因为我们你知道打电动，我们很需要一台棒的很棒的电视打电动，然后要的不多。对，就是一个2K18就可以打一整年，然后就开始期待下一年的就是NBA。